中国跟日本的连着来，那看他自己慢慢的调整状态。好，这边可以看到哦，虽然伊藤跟王曼玉两个人都是右手支舞的效果，那王曼玉其实是两面进攻选手之间是在掐住的感觉。这样，在以这个大概20岁不到的这个年纪，世锦团体赛的里面。我都有持续在观赏这些比赛的话，可以知道王曼玉其实在去年包括今年年初赛里面去，毕竟他对外不输球嘛，那对内的什么方式，所以会变成说他的出手跟他的打法对比较容易。不要一开始在可以看到王曼玉的发球都偏发，是伊藤的出手的速度跟节奏非常快，我可以看到连续这两个接发球回去的时候，这个球通常都是因为旋转没有判断，而且冒招会给伊藤打长球，把它改变那个节奏。但是连续的几个发球，却伊藤继续偷长，连续发了5个长。哇，感觉，所以还是故意发长球，只是他在旋转上有做一些调整跟变化，但对的非常，还是会换个方式，还是发长球，就是换的做主战术突袭。然后偶尔搭配一个短球的方式再来调整进攻的位置，你才能做主动防守，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王曼就能够做一个反拉或抢攻。哇，所以在这局还是一个拉锯，哇，这个是节奏就会飘得非常快，也不好防守。哦，一样就是这个球就通常是发球主动的，对，打野呢直接过来拧，还是局一样偷场，还是这个就直接被打，接发球也被打，就整个有一点莫名其妙的是，其实你可以看到，包含从第一局跟这一局的开局，伊藤都很主动，那相对无谓失误也多一些。王曼玉好像都是被压着打，就是他会造成伊藤的无谓失误，是因为伊藤会怕他后面像这种连续打开，他就多很多机会可以来跟伊藤做斡旋跟抗衡多，所以变王曼玉要赶紧在前面，然后主动的发力。对，这我们那个男生有一个那个高斯也很喜欢用这个动作，反过来是他的手跟手一定要必须敢主动起板或出手，那关键就是将这个球用攻会比较有机会得分，一样用攻手，好，又被颗粒拐到，分数给过去，因为他判断那个球掉下来可能是被对方算到，而且一板中后得分的情况之下，对，王曼玉对他的打法他是绝对下风的要发挥。那中国队其实在这个东西上是比较难，一样发正手短，等正手位，发到反手位，一个侧泥，正手短侧身，还有一分的局点在王曼玉这边，长的连续两个，这么奇妙。上来讲就可以去注意一下王曼玉的发球做一些调整变化，那另外就是伊藤的静置的时候王曼玉是非常非常难受，不过这同时也要知道伊藤你必须要随时包一个专注，偷手是容易被对方看出来了，就偷袭个长球是这样的方式，反胶的选手在箱子上会有点抓不到节奏跟抓不到，就觉得球是飘，可力的放球没有给的周旋都好打，但是如果领先这么多情况下又被追回，那好球，再来机会，一定要把中国的连过三关才有机会暂停回来的衔接进攻，打中，对，有一点扛住的，一个侧旋侧拧衔接，哇，在等着长球反出台，相对来说也容易紧张一些，正手转摆住棋板机会球，还有连续又是他，又是他，王曼玉这个，以换句话讲这一局如果伊藤没有拿下被王曼玉咬住，哦，局点来咯，斜短反出台，简单了，10-9，这个直接出手机会，其实是在反手反手自己主动上手玩的接球，阿里
棒球侧身抱紧的在培养在训练，所以他们也是观众跟打球员也不少，小小子是蛮难去跟到点的，又是一个反左侧身的位置，点在于他在落后的情况之下，不然我们之前看过他的比赛，他比较还有三局的领先的机会，那怎么样去把握一局的优势直接拿下就好。哦，长的哇，急躁了，怪到球拍去了吗？觉得应该打在球点上，怎么会失误？对，还要再看。哦，好，放开了，快，直短反手变直线，机会，哇，最后被他抓到了。但是颗粒的旋转上就少了一些，没有原来的旋转完的。哇，你都很懊恼啊！哇，好打篮球的这个篮板球概念是。哇，你看马上就掉了。还是一样发到斜短半出台的位置，反手连续弹出，还是反一样。那同时也是他的这个斜短有点像侧翻，一藤就抢攻，一发就抢攻，等于是发在一藤的手上去。以他个人的心态来讲，应该会觉得蛮呕的，就是说我只是连续两局都落后，大幅度落后的输球。那其实这也是中国队厉害的地方，这一弃掉这一局的感觉，因为前面的无谓失误太多了。结束了这一局，所以呢，王曼玉绝地反了一点，然后自己打丢。所以去打快的风景就是这样，你进得很漂亮，不会是比赛嘛？怎么可能让你看到球都能够得分？总是会有一些变化在。这个在现场继续看看自己队友的比赛。台湾选手其实都一直都有在努力，但是还没有长球偷袭机会球中。但神实力也比较好的选手，好，开始又在近台抢攻，连续这个球急躁了一点，自己的主。除了打技术之外，心态的调整是最重要的。这个是出台的机会，这个很嗨，让变线的空间，投了长球，又是被吊正手，救得回来吗？救回来，救了一次，救不了第二。台上来主动起来发力，长球蛮直接的，一样在斜短的位置主动洗板。现在会不会对后面的同胞们找到比较好赢的方式跟落点位置？紧张或者是自己的体能已经有稍微的哦，七比七，一样斜短出台的位置，哇，一样的位置挑球，哇，出来了，这个急了，末点有两分，被救了一分，看有没有办法，中间长的。这个拱的发球让王曼玉斗的这种概念，对，所以现在看王曼玉自己还是要坚持在斜短，还是说会换位置，换到中短去？哎，哇，那再一次赛末点，王曼玉这两分呢，两边最近这个各得的这一分都是靠发球直接拿到分数，长球直接来。比赛结束，王曼玉在1-3落后的情况下，绝地大反攻，今天。